大家午安啊，今天睡比较晚哦，11:31了，待会要出门了，就是去看看医生啊什么的。那一乖那边是不是好乖？那边，来，爸爸可以摸吗？来，爸爸摸一下。哎呦，好乖，真可爱。是不是真可爱？怎么突然疯狂咬拔？这么用力？怎么样？为什么突然咬拔？发疯了，真捣蛋。因为我要坐后面还坐前面呢，应该都没差。嗯嗯。天气还不错，真好。现在在东湖这边呢，要去看那个国术馆，那边菜市场，其实蛮有趣的。喜不喜欢这种人跟人的感觉的？我觉得两派啦，对不对？在哪里买龟？喜欢这种感觉的。然后害怕这种感觉的，我觉得都有。今天摩托车好轻哦。像这样骑着摩托车到处东买西买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很有趣啊。你住台北吗？去看那个国术馆，有好玩的再分享咯。12:04了。
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，有好玩的持续分享，拜拜。时间已经1:55了，然后刚刚去看了国术馆，菜市场那边也休息了，是中午过后感觉就天气凉凉的，冷冷的。小鸟在吃什么？掉在地上的肉。我说对面的小鸟在吃掉在地上的肉，嘎嘎嘎的，跟乐比也很像，嘎嘎嘎嘎嘎。我们不用去哪里走一走吗？我不知道啊，看你，小心。被卡住了，那也没办法，真的是哈，没关系，保持愉快的心情嘛。如果你看什么东西都讨厌，那就是什么东西都讨厌的。我讲好像是废话一样。哎呦，小花这么厉害啊，还会帮忙缴钱。哎呦，还有发票啊！万一中了200万，会分爸爸吗？不会。哦。因为我怎么可能只中200万？最多也只有200万。没有啊，有2000。没有吧？有。想一想啊，看有没有去哪里还是？假日就是看医生。讲什么？你很烦欸，你很烦欸。哦，好了好了，那上面有树枝，你真的很烦。